你是大富翁啊！你们都是大富翁，还以为自己很聪明，是吗？我也是啊。来，我们沙田兄弟一起来唱，可以，准备好了吗 ？3, 2, 1。那很多观众朋友们不知道这个，我可能因为坐着做不出来，但是我很喜欢。你发布会我看了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那个 fur 出来的 swag， 你是天敌，你明白？这。Love it， 真的假的？你叫我你的，你叫我没有啊？你没有吗？你是 freestyle 那的？帮你打歌 ，bro。我教你我的好吗？好吧，那你学一下。好，来3, 2, 1。我看你有一个舞台超级帅，就是玩得非常嗨，那个玩得非常嗨，你玩的不是一直啪啪啪，对，那我就分享一下我的经验。我那时候是在想什么？哦，那时候是在想。我想吗？我可以尿到那个。还好，我非常期待那一瞬间。冲了！好。哇！哇！可以再紧一点吗，哥？可以，有点没有安全感。啊，哥要再紧一点。这还是有点空间。去好了吗？停！拿着好了，师傅们，拿着绳子，哥，这里，拿着绳子，大哥，这里，拿着绳。哇，停！我这是疼。哎哎，可以吗？轻一点啊，慢点。我们要慢慢松了，这儿慢点松。手不要放手啊！没放，不可能放。这还是第一期啊！你放心，不可能放手的，不可能。放心，不要害怕。放了，哎，松了，起来了。我看到了，在哪儿？有点疼啊，勒的是吧？啊，我可以调整一下吗？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快下来，先下来，拉一下。你看，老师还是不够紧啊，这里还是很松，这里要再紧一点。好了，走 ，OK 吗？好疼啊！但是，来吧。
那加点行吗？来吧，来吧。放吧，放吧，放吧。够高了吧？加点啊，还行吗？哇哇哇哇哇，好漂亮！漂亮。啊，你已经开始跳舞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吗？你，嘉哥，那来吧，哎，这人生第一串用太阳烤熟的串，这个。别忙了，早上起来就点亮。感谢啊，感谢。所以是成功的太阳能。成功，成功。嗯，哇，好吃哎，好吃。下次再有这个任务，我们就买这个。成功了，我这都。是不是没有熟啊？有一点熟啊，有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不会，不会那多嘴吧？那牛肉很多都不吃熟的。这是牛肉吗？啊，羊肉，啊，羊肉，也没关系。因为它的血都吃。你两版本完全是两个故事。牛肉本来就是，不是牛肉吗？羊肉。他妈是羊肉。我们应该发明一个可以把太阳的能量储存下来再用，就存下来，早就有人发明了，是吗？这是太阳能吗？家庭很常见，家庭当我没说过。我想了一下，这个事还不是特别的复杂，我家好像某个东西就可以。岂有此理，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啊。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米啊？不是，我们很多，是吗？我超多的。咱们仨应该是一样的。你是大富翁啊？大富翁？哇，大富翁？没有，你们都是大富翁。大富翁？大富翁啊？没富翁吗？一二三。哎，我超多的。六。哎，为什么我有16个？我12个。你12个？才12个。我16个哎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没有偷过。为什么？偷什么？不是，我为什么数量不一样？1234567890嘛，6 7 8 9 10 11 12 13 14，我14个，我16个。你为什么有16个？你看你为什么16个？你是不是数错了？你是14个。你是不是不会数东西？你跟我这，你看你数啊，你不会数东西，你看一下怎么说话呢？你先看一下怎么说话。我帮你数，你先数数，1 2 3 4 5 6 7 8 9 10。哎呀，哥哥。哎，有人不会数东西哦。哥哥，你不会数东西。我刚刚不会数一个，我刚刚数了12个。你俩是不是数学都不太好？哎，对，这里有个数学天才啊。我是数学课代表，哥哥。他是数学。2 2 4。哇，厉害吧？那么厉害的？24，对。42 48。哇。那么厉害啊！哇，87，56。哇！一开始是承受表吗？对啊，承受表。我们背的是广东话的，是对，是什么来着？1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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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然后站在那个椅子上面、然后说你就看着背，然后他一边哭一边背，对，我是一边哭一边背。我小时候是面壁思过，
面壁思过，对，看着墙。一开始我还问要看什么，他说你就看着好了，我就说看什么，我不知道要看什么，他就说你就看着墙。看四十五分钟一节课，看四十五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亚洲最大的广场。亚洲最大的广场啊？对，现在广场。就是百货公司百货不是商场啊？广场。广场不是什么？广场就是一个空地。公园。不是，就是空地。广场嘛。就一个地。就是一个广阔的场地。所以最亚洲最大的一块地，这一块空广场。广场你不知道吗？就是有一块空地在这儿，一个很广阔的一个场地，广场。就是公园吗？没有公园，没有设施。有设施就是公园了吗？那就是一块平地。对。那广场舞呢？是啥意思呢？广场舞就是一块平地上面跳舞。广场舞是一种精神。对对对，广场舞是一种精神，就随时随地，就不一定非要在广场，对，哪里都可以。我们这一组有点尴尬，就是两个都是九条鸡哥吗？尴尬的原因就是我们、就是、都不会中文。不是不会，谁不会？你这是不好，也不是不好，就是不是那么成熟。对。所以 Lucas， 你的那个标枪冠军是真的还是假？是沙田不是吗？对，沙田的山。其实对，就是小区而已，小区啊，沙田是个小区。沙田是个区域，就跟朝阳区似的。那你这个基建也是真的吗？当然是，也是沙田区吗？不是，我是亚洲。亚洲是哪个小区？亚洲小区。亚洲17岁冠军。他是正品，我是次品。不是，是吗？对，也算。我问你说，蠢其我，蠢其我，普通话怎么说？3、2、1，蠢其我，对吧？对。是荀子吗？在说什么？兵马俑。秦始皇。秦始皇。哇，那个发音在广东是。对，是。蠢其我。对。对吧？所以普通话我们就觉得唇齿牙齿啊、牙齿 OK， 唇齿王。我说唇齿王，港普普通话被人家发上网，现在还在发3年前的东西。你不要犯这种错了，你6年以后，人家还会把你的片剪上去网上。哦，我说完这个你又会尖叫。每次下雨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，打波先嚟落雨，使咩啊？唔紧要啊，听日会更好啊嘛，希望再明天。对，我们小时候的广告。我觉得我们两个经历的东西啊，我现在是走你后面的路，就是你的年纪的经验。就是我开始老了，对。说实话，你是我的，也是算一个很大的前辈。你别再说我什么这大的前辈，你这好听一点好不好？你这一个大的前辈，就好像我就快就要不行了一样。那我是说你是大哥哥吧？大哥哥，对，挺大的。对，5年其实的确是挺大的，真的。我觉得我可以跟你聊聊不完的天。我也觉得。你觉得 Jackson 1到10你打几分？3、2、1。8。那2分去哪了？等会师傅要下去了。就是因为你平时小了我，但是今天呢？平时什么？小了我。啊，平时少了你。对，所以平时是怕分。你想带出一个话 ，Jackson 的生命中没有 Lucas。他的20%都没有，对吧？就本来我能活到100岁的，因为没有你，我就只能活到80。对，还耶。那你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？午餐肉鸡蛋饭。
哎，你怎么跟我一样酱油？对呀、啊。我觉得住沙田的就是一模一样。我跟你说，你在那哪里训练？就是在那个我前，对，就是那个对对吧？对，那个体育场，那个、体育场一出来就得买西罗冰，很好呀，对吧？西罗冰，你要懂那。那你有去那个新城市广场里面的捞米？对对。我记得就是那个店下一个 block 是有那个侯文中心嘛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Yes, 我今天才知道我小时候的环境是跟 Lucas 住在同一个环境里面。我们家的距离大概只有一分钟，真的。对，你住在上面，很近。对对。你想一想，那么就那么是。一是地中国那么大，在香港，对，在深界，对，在沙田，对，在隔壁，对，然后在这里见面，我们不在家见面，我们在这里见面。哇，真是什么回事啊？我觉得咱们肯定有住了这么多年，可能这样，肯定有一瞬间是见 见过，就是可能是擦身而过的，对，也有可能，肯定有一次，对啊。是住北京，哇，这蛮巧合的，是吧？一开始我们住沙田，对呀、啊，然后再后来，对，然后现在住北京，对，这是缘分。再过几年可能就住同一栋楼，同一个就上下层。我第一次住在北京吗？我才第一次住在北京了，两个月前。是吗？我也是啊。哇，我跟你说，首先。有点不适应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一直想适应，对。然后第二天流鼻血，but it's okay, it's okay, OK 的。对，我也是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我家楼下附近逛一逛，嗯。然后逛逛，然后看到棉花从天上掉下来，然后我就哇，哇，就是我就哇，然后我就俺也一样，我就。然后我的朋友才，我公司才跟我说，这个不要这样去故意去吸它。对。然后说，哎，你哪里还能看见天上掉棉花？俺也一样，像迪士尼一样。对。我就好开心，好开心。然后我就哇哦。